家好，上次课呢，我们讲了这个第二讲的第七个问题。那么清朝统治阶级的这种以静制夷的这种策略啊，极其失败。那么下面我们讲第八个问题。第八个问题呢，叫做以民制夷，法宝失灵。就是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清政府的这种以民制夷的办法。那么下面我们讲第八个问题，以民制夷这种法宝失灵。最后这个以民制夷最后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清政府在这个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是吧？那么这个清朝统治阶级呢，那么感到，是吧？那么对付外国人，是吧？以民制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宝取得了重要胜利。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清政府就特别重视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利用。那么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尤须以固结民心为第一要义。那么后来咸丰皇帝继位之后，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借用民众的力量来抵御外国的侵略者，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恢复大清王朝，是吧，往日那种君临万国的这种地位和尊严这咸丰帝继位之后那么对于这个以民制夷这种思想那么就更加重视。那么对于英法美提出来的修约要求上次课我们谈到的这个英法美提出来的修约要求，那么咸丰皇帝命令沿海沿江的地方督府不能够与他交涉，也不能够代奏是要求这个外国人必须回到广州同两广总督叶明琛那么进行交涉。那么咸丰皇帝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咸丰帝对于叶明琛办理外交的手段，是吧，他的方法，他的能力深信不疑认为叶明琛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事情处理好那么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他在很大希望很大方面是寄希望于广东的绅民希望继续利用广东地区的绅民来同仇敌忾来抵御外国的侵略或者使外国侵略者呢能够不战而屈。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在1856年英军呢一度攻入广州，后来撤出去了因为他的力量不够撤出去了。那么在叶明琛夸大其词的这种奏报之下那么咸丰皇帝认为呢，说这就是因为广东地方的这个士绅和团练是同身义愤，敌胆以寒。那么因此当时这个咸丰皇帝呢，他就相信广州地方的这个地方的绅团团练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对广东这个地方这个老百姓绅团呢是寄予很大希望。那么在1857年英法两国向叶明琛发出了一个通牒那么在这个通牒当中呢，就要求清政府要派员同他进行这种修约谈判条约要赔偿英法两国的这种损失。那么叶明琛讲说呢，这个时候清政府要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把外国人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这个叶明琛他很自信那么这个建议非常符合刚刚上台的咸丰皇帝这种意愿。那么咸丰皇帝就讲说叶明琛他是据理辩驳他讲得很好，措辞甚为得体说这个外国人呢，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是吧，那么再进行交涉了无从智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清朝君臣对于这个对外交涉，是吧，采取这种以民制夷的办法，那么他感到相当乐观。那么后来呢，这个叶明琛那么又向这个道光皇帝那么提了很多建议那么所谓这些建议都是要对英法采取一种拖拉的办法，或者采取一种强硬的办法那么就是不准备呢采取这种妥协的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咸丰皇帝没有想到由于清政府叶明琛
那么在对外交涉当中啊，采取了这么一种拖拉的办法或者强硬的办法，那么英法联军在1857年啊攻陷了广州，那么把叶明琛俘虏了。那么叶明琛被俘是在1857年12月。叶明琛被俘虏之后，当时咸丰皇帝认为广州失陷啊不是因为这个外国人的实力太强。他认为这广州的失陷呢是由于叶明琛既不能驾驭夷人，复不能激励乡团，动其公愤。那么也说叶明琛呢，他不能够很好处理对外交涉事务，又不能够很好的利用民众的力量啊，所以说导致英军呢攻入了广州。那么因此他一方面把叶明琛解职啊，那么命令黄宗翰做两广总督啊，那么同时他又密令广东的前任的户部侍郎罗敦衍、太常寺卿龙元喜、工科给事中啊苏廷奎啊，就是命令广东的在籍的清政府官员啊在广东来召集团练训练兵丁啊，那么希望再次利用团练的力量是吧，把这个英军从广州赶出去啊。那么这是咸丰皇帝啊，他是寄希望于这种民众的力量。那么但是呢，由于这次组织团练是吧很仓促，那么经过了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这个官府当中的很多银两被英法联军的抢走了啊，这个军饷发生了困难啊，那么办理团练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那么说咸丰皇帝企图在这个广州利用团练是吧打败英军，把英军从广州赶出去啊，那么这个希望破灭了啊，这是1857年。那么到了1858年5月啊 ,5 月20几号啊，那么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口啊，天津附近的大沽口啊 ,1858 年啊 ,5 月20号啊攻陷了大沽口。那么接着英法联军呢开始进攻啊天津。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像有一个人叫做徐乃昭，是个工部尚书，相当于部长。那么徐乃昭就讲啊，他说这个英法联军呢啊，他的为民甚于为兵啊，说该夷之为民甚于为兵啊，说这个外国人呢他更害怕中国的老百姓啊，倒不是很怕这个清军啊。他说呢，而民情之贪利更甚于贪生啊，说这老百姓啊那么他们呢是要钱不要命啊，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吧，说他呢是指这种啊贪利更甚于贪生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清政府可以在直隶在天津这些地方啊来召集团练是吧，那么一旦英法联军上岸是吧，那么就要允许这些团练去杀外国人啊。那么还是这样，哪个人哪个团练杀了这个英国人杀了法国人啊，把他的头献上首级献上是吧，验明之后给予重赏啊，那么是赏银百两，就是杀一个英国人杀一个法国人给一百两白银啊，还是希望呢借用北方的民众是吧组织团练来抵抗英军英法联军。那么后来是吧英法联军从天津呢要开始扬言要进攻北京啊，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就被迫派大臣同英法联军签订了天津条约啊，那么这是1858年6月26号签订了啊这个天津条约。那么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咸丰皇帝仍然是念念不忘啊这种以民聚夷啊，利用民众的力量啊来抵抗外夷。那么天津条约签订之后第二天，咸丰皇帝就给这个罗敦衍等人发了一个上谕啊，这个上谕当中就要求罗敦衍啊组织团练啊，那么争取呢把这个广州的这个英军啊赶出去啊。那么这个在这个1858年之后是吧，广东的这个地方团练仍然不能够有所作为啊。那么到了这个1859年6月，英法公使乘坐着军舰
啊，来到了天津大沽口。那么准备到北京呢，同清政府去交换两国政府已经批准的这种天津条约。那么这个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之后啊，不按照清政府的指定路线进京啊，一定要通过啊这个白河口啊来进入北京。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于英法方面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那么但是呢也不愿意过于对外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呢，当时这个清军的统帅啊，一个蒙古王爷孙格林沁，那么他就派这个清军呢假扮成地方的民团啊，出面阻止这个英法联军。他们说啊，说这个其实假扮成民团，就跟英法人讲啊，说这些地方是由民团来驻守，你们不能够经过啊。那么当时这个英法联军是吧，就误认为呢清政府对于他们呢啊没有什么这种强烈的反对啊。那么反对他们进入大沽口的是这些地方民团啊。那么因此这个英法联军是吧，那就一定要强行从大沽口进入啊。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这个清军那么就开炮啊进行反击啊，结果造成了英法联军的很大的伤亡啊，英法联军呢很快从大沽口啊那么逃出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大沽口事件啊。那么这个大沽口事件之后引起了英法侵略者的严重的不满啊。那么在1860年7月英法联军再次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啊，就到了1860年的7月啊，英法联军呢再次啊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咸丰皇帝啊再次命令啊，像山东啊、直隶啊，就是现在河北啊这个地方的官员，要迅速组建团练啊，把团练赶快组织起来啊，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使该夷之众怒难犯，不敢肆行滋扰啊，还是寄希望于北方的这些团练啊，希望利用这些团练呢来抵抗外国的侵略。那么1860年的8月英军扬言要进攻北京了，那么咸丰皇帝就下令拨了3万两白银给啊那么焦佑营等人啊。那么这是焦佑营呢，这是这个当时在北方的受清政府的命令是吧组建团练的啊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啊。那么后来做过清政府这个军机大臣啊，就是辛酉政变的时候那个赞襄政务八大臣之一。那么就命令焦佑营等人啊召集民团啊，那么等待这个英法联军向北进犯的时候要跟踪追剿啊，或者呢在夜间轮流暗息，使其刻无休息以疲其力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命令焦佑营在北方组织团练，英法联军一旦向北京进攻的时候就在他的后边啊对他进行骚扰是吧，让他没有办法休息啊，以疲其力啊，使他感到呢非常疲劳。那么而且咸丰皇帝特别告诉焦佑营说什么呢，说你呢勿以有碍府局为虑，视为至要。什么意思，就是你焦佑营你尽管大胆的放心的带领着你的团练去打击英法联军是吧，你不要考虑清军的正规军正面战场上是战还是和是吧，你也不必去顾虑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同英法联军进行议和进行到什么程度啊，你不要管他们啊，你只要有能力啊大胆的向英法啊来这个发动进攻是吧。所以说他讲的切勿以有碍府局为虑，视为至要。那么这是在这个1860年呢英法联军即将进攻北京的时候啊，那么咸丰皇帝呢对于在北京的这些组织团练啊抱有很大的希望。那么到了这个9月18号啊，清政府同英法联军议和失败了啊。那么这时候这英法联军就打到北京的这个东郊，像这个码头啊张家湾这一带啊。那么这个英军呢和这个清政府呢曾经议和，那么这个议和失败了啊。议和失败之后，清军的统帅孙格林沁
那么就把来前来议和的英国的谈判代表巴夏里扣留了。那么扣留了巴夏里等人，咸丰皇帝认为啊，说这个时候孙克林庆已经率领着清军同英法联军开战了，啊，已经取得了胜利。而这个巴夏里啊，这个人懂得汉语，那么这个英法联军对华发动战争，这个主谋是吧？那么都是巴夏里。说这个时候把巴夏里扣留了，把他俘虏了啊，说是疑心必乱啊，这英法联军呢就会大乱啊。说这个时候如果以这个民团，以这个团练啊，截其后路，可望一股迁除啊。那么这个时候孙克林庆把巴夏里扣留了，他们没有主谋了，是吧？那么清军同英法联军作战又取得胜利了，那么这个时候再用团练啊，从后边啊去截击他，那么就可以大获全胜啊，一股迁除啊。那么因此咸丰皇帝就立刻命令啊，直隶总督恒福、焦佑营等人要乘此声威，激励团勇，一勇而前，痛加剿喜啊。我们看他这个信心很足，是吧？利用这么一个好的时机，激励团勇，一股向前，是吧？那么要对于这个英法联军痛加剿喜。那么说咸丰皇帝当时以为啊，他利用北方的团练可以获得像1859年那样啊，在大沽口痛歼外国侵略者的胜利啊，他是很有信心啊。那么但是他没有料想到啊，孙克林庆所率领的清军在当天啊，就从张家湾败退到了北京东郊的啊，就是那个通州啊，我们现在叫通州区啊，那种八里桥啊，败退到了八里桥。那么这样呢，这个英法联军很快呢就从京东啊，那么打到了北京附近啊，可以说是兵临北京城下。那么在这么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是吧？那么在9月21号咸丰皇帝啊就命令恭亲王奕欣为钦差大臣来处理对英法的议和。咸丰皇帝自己带领了一些王公，带领着王妃啊，逃往了热河的避暑山庄啊，就是现在承德的避暑山庄。那么咸丰皇帝虽然逃往了热河的避暑山庄，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放弃以民聚夷的这种思想啊，没有放弃这种希望。那么他在焦佑营的一个奏折上啊，批了这么一段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呢现在啊办理积疑啊，唯有激励众心以牵制该疑啊，说你现在你就好好的鼓动这些团练，是吧，来牵制这个英法联军啊，说现在只有战之异端，断不准仍存回护，就是现在只有同英法联军进行战争啊，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断不准仍存回护啊，回护啊。他说虽有军营或他处之兆，亦无需顾虑啊，亦无需顾虑。说什么呢？就是尽管有其他的军队的什么地方啊，或者说其他的什么官员给你一个通知说现在正在议和了，是吧，让你也议和不行，说你不要管他，无需顾虑，勿期势在必成啊，只要你有能力就是打击英军啊，他们议和你不要管，他们打他们议他们的，是吧。他说以后中外之间议和了啊，转还的时候自有朱笔改定纪谕为凭啊，就说你不要担心，是吧，以后议和了人们说你没有遵从清政府的这种议和的这种办法，是吧，清政府议和了你还在打啊，他说没有关系啊，说以后有我的这个朱笔这个上谕，以这个为凭啊，就说不会对你进行治罪啊。那么他就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下定焦佑营的决心，是吧，彻底打击英法联军。那么从此可见啊，这个咸丰皇帝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了达到以民攘夷的目的，可以说在政治上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赌注，是吧，就是他把清军的
清政府的胜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就是堵在了这个北方的民团能不能够彻底打败英法联军上。那么也可以看出来，咸丰皇帝对于这个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攘夷，是吧，那么寄予了多么大的一个希望。那么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啊，咸丰皇帝这种以民制夷的办法那么很快呢遭到了失败。那么到了10月13号，那么英法联军通过这种威胁是吧，那么占领了北京的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那么后来又在10月18号、19号两天是吧，放火焚烧了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五园三山就是皇家园林。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可以说呢是败局已定不可逆转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咸丰皇帝企图利用民众来攘夷来挽救失败的这种想法也彻底的破灭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他在这个交友营的一个奏折上批了一段话也是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那么交友营在给咸丰皇帝上的一个奏折当中就讲说我呢很无能是吧，辜负了皇上的这种委任是吧，我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团练呢去这个牵制英法联军没有完成这个皇帝的这个任务要求皇帝呢对自己要交部严处给予处罚，上了一个这么一个奏折。那么这个奏折呢应该讲呢是一种例行公事是吧，就是下边大臣表示自己没有处理好事情是吧，希望接受这种处罚。那么咸丰皇帝在交友营的这个奏折当中批了这么一段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呢数万劲旅，就是说呢数万清军是吧，数万劲旅尚不能烧遏凶风，说几万清军都不能够阻止英法联军是吧，汝等所骑之团焉能自效，那么你所组织起来的这些团练他当然他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效是吧，这是很明显的说所请严议酌宽免你所要求的给你一个严议给你惩处，这个呢酌宽免不再处理了。那么这个珠玉我们从表面上看是咸丰皇帝对于焦友营等人是吧，未能够阻止英法联军一事表现出了咸丰皇帝一种英明是吧，很宽容是吧，就是说我不去追究你们这些责任好像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是什么呢，是咸丰皇帝对于自己几年以来一直颇为重视的这个以民制夷这种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承认是在自我解嘲。因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自身本人是吧就非常的相信是吧，非常的热衷于以民制夷那么他讲的几万清军是吧都不能够打败英法联军是吧，这个民团失败呢也是很自然的。那表面上是对于焦友营等人的一种宽容，实际上是为自己来自我解嘲。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那么可以说呢这个清政府的这种以民制夷曾经非常得意的一种做法是吧，非常有效的办法彻底失败了那么所以说我讲呢是以民制夷这个法宝呢那么一个彻底失灵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在鸦片战争前后那么清政府的这个质疑思路它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这种质疑的思想是吧，以商质疑啊是吧，这种以夷质疑啊是吧，这个什么以民质疑啊，以境质疑啊，因祖质疑啊是吧，是这一系列的质疑思想那么对于在鸦片战争前后所出现的这些质疑思想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给予一种什么样的评价那么下面我想谈谈对于这个几个问题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那么我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那么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外国侵略者从中华民族的矛盾凸显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清朝统治者对外是有妥协的，但是一时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啊，他对外有妥协，但是没有完全屈服，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那么尽管清朝统治者所提出来的这各种质疑思想，从理论上说有种种的局限，是吧，我们前面都讲到了有各种各样的局限啊，从理论上讲有种种的局限，那么从实践上看啊，从实践上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但是啊，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段时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最初这十年当中，清朝统治阶级一直在考虑怎么样质疑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怀疑啊，清政府有妥协啊，但是他一直在考虑怎么样质疑。那么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当中出现的这种以商质疑、以夷质疑、失夷质疑、以民质疑、以境质疑啊，那么这些思想有的时候是一种互相交错啊，互为参差的这么的一种情况啊，它是有交叉的。那么但是基本上反映出了清政府这个质疑思想的一种发展的一个基本轨迹，是吧，它的思路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走向。如果说以商质疑、因祖质疑这种思想主要是反映出了清朝统治者不了解世界形势的这种封建的愚昧性，是吧，以商质疑、因祖质疑反映出他不了解世界形势一种封建的愚昧性。以夷质疑思想主要反映出了他的主观空想性啊，以夷质疑反映出了一种主观空想性，几乎不存在付诸实践的可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失夷质疑、以民质疑的思想啊，那么不仅呢具有付诸实施的这种可能，而且是一种有效的质疑方法啊，或者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质疑方法。那么也说我们对于这个失夷质疑和以民质疑啊应该给予充分肯定。那么但是啊，其中又有令我们感到遗憾的。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时候的失夷质疑思想没有完全被清朝统治阶级所重视。以民质疑的思想又有很多局限，它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全民族抗战的这么一种全民战争的思想。啊，就是这种以民质疑思想啊，也有很多局限，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像林则徐是吧，这个以民质疑思想还有很多局限。那么如果说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各种质疑思想是吧，或多或少的还有一些正视现实的成分，那么以境质疑这种思想，那么就是清朝统治阶级力图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边啊，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对付外国侵略者。那么它是什么呢？是清朝统治阶级完全无故客观现实这么一种产物，然后采取这以境质疑。那么这种以境质疑的这种思想可以说呢是充分的反映出了清朝统治阶级这种腐败无能啊，反映出了清朝统治阶级极度的缺乏政治应变能力啊，没有这种应变能力，国内外形势变了怎么去应变啊？缺乏这种应变能力。那么正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各种质疑思想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局限，因此清政府所提出来的这种质疑的种种设想、种种努力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啊，质疑往往变成了辅疑、降疑啊，对外妥协啊，那么最后清政府呢那么不断的对外妥协，那么使得中国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这种深渊。那么这是我们中国近代史当中应该值得汲取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啊。关于这个第二讲啊，清政府的这质疑思路啊，各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